对，你到那儿准备下一个舞台，然后就是希望这些艺术人们可以去支持我们，然后想对评价什么，对管乐吧，就感觉管乐就是很感谢对我的照顾。你是不是也要夸我一下？对，就你也可以加一平时对我的照顾。好，谢谢。看得出来。